你去等吧。巴士也响度，要上车嘅人响度，要上车嘅行李响度，但唔知等乜喎。等咩呢？唔知等乜。香港人讲话会比较直白，这个也是台湾跟香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，尤其台北讲话比较 客套，改天吃饭，这是永别。杜汶泽入籍宝岛被同化，看清台北人改天吃饭就是永别。不可能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缺点没有优点的，就像我离开香港之前，我有去过加拿大感受生活一阵子，看房子啊，从生活机能到文化上面去衡量。那到最后英国、加拿大、台湾，我还是选择了。49岁港星杜汶泽定居台湾一年多，目前已经拿到身份证，成为嫁港的台湾郎啦。落脚原因呢，则是宝岛的人情味。因为我对于这个地方的感情跟其他两个国家有点不一样。我觉得台湾人哈，绝大部分是善良的，因为我去试过买衣服，那个对方卖衣服的人呢，讲了超过二十次感恩的啊，感恩感恩，一直感恩感恩感恩。感恩的心。跟我合作过的人，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我没有什么礼貌，香港人讲话会比较直白，这个也是台湾跟香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，尤其台北讲话比较 客套，拒绝你可能要分三次，每个礼拜一次。我们一起坐这个杯子好不好？好啊，可以啊，我觉得这听起来不错耶。然后又等了一个礼拜又追他，然后说 OK 啊，我可以后续什么什么的，然后第三礼拜他就跟你说，我也想过了，可是现在好像不是最合适的时候。起来好哟！这样就浪费了我人生三个星期。不要说做生意，如果是谈恋爱，还是拖了三个月，叫你不停的帮我去充值悠游卡，然后到最后才，其实我也觉得不是很适合跟你在一起。你马上就告诉我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南部中部我不是这样哦，他们就比较直白，这样就这样，你这样做不行啊！我跟你说什么什么什么的啊 ，OK 了。台北人说改天就是不要再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南部说改天就是改天，这种人情味有另外一种我很喜欢的，在台湾你跟朋友吃饭第一次见加个 line， 然后他回家都会说感谢你今天招待啊，食物很好吃，希望下个礼拜或是下个月我们可以再约。我第一次觉得一奇怪啊，也不是女生有没有有没有喝酒开车，为什么这样呢？香港人不是这样的，吃完就走了。然后我有些时候跟香港的朋友讲这些，他们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杜汶泽这个讲话呢？这个是文化差异，然后来久了就 OK 了。